in a city, still so far from home. I've searched for you all my life. Cast out like a shadow, racing towards the light. I pray to see you one more time. Hello， 大家好，我是魔丸。今天的话，没有要来跟大家做任何的玩具开箱啦。相信有看到上一周魔丸发文的朋友，应该都知道魔丸签了一台新车。至于为什么会签这台新车，其实还是有一个小小的故事啦。今天也就运用点时间，稍微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在签这台新车之前呢，其实魔丸家里面是已经有两台车子，分别就是由韩国所推出的现代汽车，以及我们德国工艺的宾士。最早的话，其实是先买了现代汽车，也是魔丸还在读小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啊，魔丸的妈妈刚考上驾照，所以也就买了这一台呢，当做这个代步车来接送魔丸上下学。那一直到现在呢，这台车还是非常非常的耐开，虽然多多少少会出现一些小问题，但是重大的修复呢，基本上是完全没有出现过。记得只有一次啦，大概也是在四五年前呢，这个变速箱是有出现过一次问题，修复上面是花了比较多钱。那一直到现在啦，这台车子还是非常非常的耐开。另外一台宾士，其实也是隔了好几年，已经在魔丸读高中的时候，家里面才又签了这一台新车。不过呢，最早其实家里面是先看了 C-Class 的这个车款，到了展场去看了之后才发现，毕竟还是属于这种一般的房车啦，所以后座的空间还是比较压迫一些些。不过这边要插个题外话啦，也因为那时候魔丸还在读高中是没有驾照的，但是魔丸的身高是已经来到了180公分左右，再加上最主要开车的又是魔丸的爸爸，身高也不矮，也是在178公分，整台车坐进去啦，其实里面的压迫感就会稍稍大一些，所以最后也就不考虑 C-Class。 那在同一时间呢，其实宾士刚好又推出了另外一个系列，也就是我们的 B-Class。 这个 B-Class 的系列呢，刚好是推出一个大改款的车型，也就是 W426 这个最新版本的 B200。 当时在现场看呢，除了后座空间很大之外，当然整个后行李的空间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庞大，家人看的算是满满意的，所以最后也就签了这一台的顶配版本。再跟大家插一个题外话啦，其实顶配版本跟一般版本最大的外观差异也就差在这个顶棚的部分啦，也因为顶配版本是有这个天窗的，所以顶棚的话呢都是以这种全黑的方式来进行设计。一直到上礼拜签新车，其实也是把家里面的旧车给替换掉，不过并不是把最旧的现代汽车给换掉，反而是先换掉了 B200 啦，这台宾士的车款。最主要也是因为呢，在后期它的这个维修费以及保养费用真的是高的吓死人。这边也要稍微说明一下啦，其实前五年、前六年在开宾士都是完全没问题的，可是呢，从第七年开始啦，动力上面呢就会开始出现一点点小小的问题。有一次呢，要回鹿港的老家去看魔丸的阿祖，结果呢，在快速道路上面突然就听见砰的一个声音，并不是撞到东西哦，而是从这个引擎室当中所发出来的。慢慢停到路边啦，才发现哎呦，这个车子的震动是非常非常的大。当下联系原厂调回去检查之后，说这个引擎竟然要完全换掉，而且报价的部分是来到了120万，还不包含这个维修的工资。魔丸听到是完全傻眼啦，甚至有一度想说还是要直接把这台车报废掉就算了。那也很幸运的是，刚好有跟其他开宾士的朋友聊到这件事情，到了他们所建议的维修厂来进行维修之后，总共的金额维修的费用也就是落在20万，虽然也是一笔蛮大的开销，但总比原厂报的这个120万来的更加便宜了，至少可以继续开啦。魔丸觉得哎，还算是花钱消灾。修好之后又继续开了3年多左右的时间，一直到了今年呢，这台车的毛病又开始慢慢发生了。起初的话是先听到这个烧开水的声音，带回去保养厂检查呢也找不出问题，也就想说呢可能是天气冷所发出来的声音，也就没有想太多。可是一直到了4、5月份呢，天气慢
慢慢转热呢，这个声音还是持续在的，也就越来越奇怪。结果也就在五月底的某一个晚上，魔丸不过就到附近的 Seven 去买点东西，一上车一发车，哎，怎么车子发不起来？而且前两天魔丸才刚做完大保养，是已经先花了17000多，那也没办法，晚上11点多，只好叫道路救援呢，把车子拖到保养厂前面，等他们明天检查。检查之后说是水泵坏掉，维修费用是来到了35000块，那也没办法嘛，不修不会动，所以也就只好花下去。简单来说啊，整个五月份呢，魔丸至少是花了50000块在修这台车子。最主要会想要让魔丸换车的原因，还是在于维修厂这边呢说，其实还有几个零件目前是属于堪用的阶段，其中一个最贵的当然还是在这启动马达的部分啦，很有机会呢在未来的一年内坏掉，维修这一个启动马达要花75000块。魔丸听到当下也是觉得头很晕啦，后来就是想说呢，与其要这样子花10几万、20几万，甚至是30几万继续维修这台车子，那倒不如呢现阶段先把这台车子修好，以二手的方式卖掉，这边的钱呢加上未来的维修费呢，直接去购买一台新车，至少后续5、6年呢，魔丸不需要再去担心车子的问题，家人开了也会比较安心一些，整体来说呢感觉还是比较实在的。所以最后这也是为什么魔丸会在最近签新车的原因，那一直说到现在都还没跟大家公布车款，其实是有观众猜到的。魔丸最后选择入手的车款呢，也就是我们 Skoda 的 Scala。 除了模型车之外，这次的话是真的有签了新车，这台的话是业务送给魔丸的纪念品，那颜色的部分也跟魔丸选择的车子是一模一样的水泥灰。当时在选择车款的时候，其实也是看了好几个品牌，那魔丸选择的部分呢其实是分成了三个，第一个的话是预算上面的考量，魔丸最多的预算啦也是只有在100出头万啦，不要超过110万。第二个的话呢是在车身的长度，也因为魔丸家的地下室是前后停的，最长的车身是只能放到4.7公尺，不能够超过，所以啊这也算是一个考量的原因。最后一个原因当然也是在于后座的部分啦，如果全家出游的话，后座希望空间还是稍微大一些。那在车子品牌当时是看了 Toyota、 现代、 Honda 以及最后的 Skoda。 Toyota 这边呢首先是看了 Cross 的这台车款，一开始觉得它的外形是非常非常的大，后座空间应该也会很舒适，结果没想到去试乘的时候，魔丸是完全进不去的。魔丸身高大概是在184公分啦，坐在后座压迫感是非常非常的大。业务这边啦后来也就不推这台，反而是推了另外一台 CHR， 也让魔丸很意外， CHR 的后座空间呢算是蛮舒适的。最后在 Toyota 这个品牌暂时考虑就是 CHR， 那至于 RAV4 的话呢，也因为它的这个排气量是来到了 2.0， 税金的部分啦是需要缴到17000多、18000多，魔丸是没有打算付到这个集聚啦，所以啦还是以 2.0 以下的车款为优先。但在现代这边呢，唯一魔丸有考虑的也就是 Kona 的这台车款，可是业务这边刚好也说到 Kona 的这个纯油版是推出最后一代，魔丸还是比较不想要买最后一代的车子啦，不知道后续维修啊后勤的保养部分能不能撑到这么的久，所以现代这边呢魔丸也就暂时不考虑。接下来的 Honda HR-V 以及 CR-V， HR-V 才刚改款过，这个外形魔丸个人是很喜欢的，再加上只要80几万就可以入手，价格上面还算是很实在的。不过呢最令魔丸称赞的还是他们家的后座空间，不得不说以上四台的车型只有他们家的 HR-V 以及 CR-V 呢，魔丸在后座空间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不过无奈的地方就是 HR-V 的顶棚位置太贴近于后座的位置，变成说头顶的地方只要你有超过175公分，遇到窟窿的话基本上就会去撞到这个顶棚，最后这也是为什么魔丸没有考虑 HR-V 的原因。至于另外一台 CR-V 推出的时间点是更尴尬啦，也因为6代的车型是即将在8月份正式开卖，5代这边啦只剩下少量的库存而已，变成说魔丸去看车呢5代的车型是只有4到5天可以来进行选择，那6代也不是说不能等，可是呢全新的6代车型车身的长度超过 4.7 公尺，魔丸的家里面是没有办法停下去啦，所以最后 Honda 的车款呢魔丸也就不考虑了。一直到最后的 Skoda， 其实魔丸一开始并没有看到 Scala 的这个车款，而是看比较流行的 Kamiq， 车身长度 4.2， 那后座的空间也算是蛮舒适的，整体来说都算是蛮不错的。业务这边后来又有在介绍另外一台叫做 Karak 的样子，那车身长度更长一点点，但整体的空间也是非常非常的舒适。不过价格的部分稍稍突破魔丸的预算啦，是来到了134万，再加上这台车子呢又是没有现车的，需要以排
队的方式来进行预购，那什么时候能够交车业务也不敢保证。最后摩安也就不考虑 Carrock， 结果逛着逛着呢，偶然之间就看到了这一台 Scala。 一开始摩安想说呢，诶，他跟 Fabia 长得蛮像的，应该也是属于这种小车的类型，结果一看了规格，发现他的车身长度反而比 Kamiq 要再长一点点，是来到了 4.3， 整个车身的内部空间也是非常非常的舒适，再加上后行李箱呢也算是蛮庞大的。摩安自己啊本来就是比较喜欢这种旅行车的风格啦，所以看到这台车型呢还算是蛮喜欢的。最后的话也就是选择这台 Scala 跟 CHR 来进行抉择啦，两台车子都很不错。那抉择方面呢，当然是要回归到现实层面啦，价格的部分。前面有提到 B200 也因为是想要替换掉的，所以有请 Toyota 跟 Skoda 的业务去找这个二手车商来估价。光是这两家所找的估价金额呢，价差是高达20000，将近快要30000块左右的价格。再加上这个部分又还没有谈到新车的优惠，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玩最后会选择 Scala 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欧系车款大家最担心的可能还是妥善率的部分啦，那原厂的话呢保固4年，摩安这边是把省下的钱呢再去加保到了第6年，但还是希望啦不要出现任何重大的故障啦，希望是可以稳稳的开。摩安从交车到现在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虽然没有办法跟大家分享太多的心得，但是有一个地方很敢肯定的就是它开起来的感觉跟宾士是非常非常的相近，不管是在路面行驶的稳定感啊，又或者是呢行驶当中的这种安静程度，都跟当时啊摩安开 B200 呢都是非常非常的相近。换掉 B200 其实摩安也是满满的不舍啦，十几年的陪伴，从高中还没有驾照一直到考到驾照了可以带大家出去玩，甚至到后来啦出社会呢，有时候一个人开着它也是很享受这种开车的乐趣。但无奈啦在今年真的发生太多事情啦，摩安也是心力交瘁，最后至少还可以以一个不错的价钱来贴全新的车子，摩安觉得这已经是最完美的处理方式。全新的车子也代表了全新的旅程啦，但也希望未来有机会呢可以运用它去载更多不一样的组装模型以及玩具的系列。今天的影片啦就稍微跟大家分享到这边了，那未来啦摩安一样也会再持续来跟大家做更多的玩具开箱，又或者是模型开箱，当然我们这种大人系列的玩具有机会的话也是可以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那今天的话就先到这边咯，我是摩安，我们下期影片再见，拜拜。